英雄。卢卡晚安，下周辣莫看起来有好吃的，好像是哦。听说今天穿的好可爱，谢谢。卢卡晚安，想你了，我也想大家，想你想你。哎，这个晚安。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辣莫成真要做什么，你们也可以在场吗？可爱死了，谢谢。那么各位甜甜圈要各占神位。Chris 晚安，是真的可以，你们可以进去吗？不能去吧？好哦，是要吃火鸡吗？我也不知道耶。他们说吃大餐，没说开放粉丝进场，那可能不太会，可能不会能进场。但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在那边能做什么？玩游戏还是单纯吃东西吗？我也不知道。Killer 晚安，大家晚安。有大餐吃是好事，对。可是是，我记得是早上。希望我不会迟到。对啊，虽然我从来没有迟到过。阿大小晚安，对，中午12点。卢卡感冒好了吗？对，早上好了一点，所以我原本没有去看医生，结果我刚刚发现会一点点流鼻涕。对啊，后面我的伞，所以我在想明天早上要不要去一下。嗯，但每次都觉得，开播前都觉得，感冒好了，那就不用去。各家晚安，小玉晚安，大家晚安。Yeah. 早日康复，对啊，嗯，早点睡觉。蓝板，谢谢送我枫叶。这几天有没有人打疫苗？再撑一天就可以礼拜六见了。对呀，礼拜六，只有礼拜六吗？才有精神吃大餐。对，虽然还是有点担心我的表现。今天早上，昨天不是两个人去吗？我昨天打原本以为没事，现在有点烧。哦，你们都隔天会烧哦。然后九蛋是今天早上打。他说晚安，安晚安，伟如晚安。草组票好位置没了就没买了，没关系啦，我也不会当代役。就真的可能只有前座而已。不是这礼拜六公演吗？啊，对啦，对，这礼拜六是 Sakura 跟 Daisy， 对，两场。可是这天我有说了，我上次 reset 集合时间第一次是不用那么早到的。对，因为我平常每一场都到嘛，然后通常都是早上有场，不是下午一点有场嘛。对，我每次都要到那一场。可是上一个月的 reset 公演是第一场是晚上的，所以我那天超级开心。昨天打完疫苗，今天没力气去工作，什么都搬不动，哦，辛苦了。前座也是要看的啊。阿元晚安。前座看完就可以撤。有比较晚，谁把你倒挂在后面？我啊，就是给你们看。就是扇子挂在这个地方，可是现在掉了，现在挂的东西都会掉下来，所以只能挂比较轻的东西。雅儿晚安，是不是后面的座位门？怎么可能？少看了前座晚上会睡不着，是吗？这是回复以前很早的时间。
上次那天只有晚上，对。哎呀，好可怕哦！路卡太壮断了，前奏曲真的好听，一首就是。我其他场一定会唱前奏啊，只有贴了久就会掉下来。对，今天会不会有新粉是因为杰哥来的吧？有没有粉丝是看杰哥来看我直播的？应该没有吧，所以他们都是追踪我 IG 而已吧，我也不知道。用 3M 无痕挂钩条就可以继续使用。Luca 最近忙什么？我都在忙我妈的事情。对，上次有一个吗？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也说不定有。不接我呀，晚安晚安。不要骗我的大家。话说我 IG 这几天真的涨了很多人，超级开心。谢谢讨厌讨厌的四叶草，谢谢送我一封信。小易晚安，你也不要骗我，这两天多一百，对啊，很开心哎。谢谢乔纳森，送我告白气球。如果要可以不用审核了吗？还是要啊？还是要。嗯，よかったね，ありがとう。应该是上旋吧，或是超过一万就可以不用，我也。不确定啊，可是上次是紫萱前辈吗？他说9000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所以我也不知道，还是可能要看情况。又掉了，好用。审核的不是很快，对，很快。我们换姐姐之后，有变，好像有变快了一点点。对，这个这几天是不是都拿来哼一下？我同学已经被我洗脑，但也会唱。那你怎么现在比较快发文的感觉？有吗？有吗？连我的线段都被小尾巴分享，这么好？对呀、啊。好像只有那个杰哥跟阿伟帮我分享。最近姐姐审核比较快哦，限动连发，应该是我一次丢两三个限动，对，还是把挂钩放旁边。这动作莫名的可爱，原来换姐姐了，早就换了。我们中间换了两个姐姐，我家刚好有的新挂钩，你需要吗？或者会自我介绍，知道该怎么说了吧？如果可以再次看到甜圈扇子，对呀、啊，期待。可是听说这次甜圈的位置不一定是好的。以后自我介绍可以用唱的，我叫卢卡，草莓叫晚安，我叫做青雨，我也常来这里玩，他们都叫我青云哥。你看这个云哥，看我几次了就晕了，真的太逊了。卢卡 MC 想好了吗？差不多。哎呀！上次是想了主题，现在是想了内容。杰哥说：“哎呦，你脸红，好好笑。”对，后来杰哥跟我就是密我说你唱得很好。对，应该说铁，他是铁牛，对，他跟我说你唱得很好，所以我就回他谢谢杰哥。Cascade 晚安，你真的可能唱一句就没了。铁牛说：“哎呦，你脸红。”我也常常发出一些俏佳人，他好笑，超棒的。他有说什么？他没有回我。对，
我只回答谢谢杰哥。对啊，这应该说真的，这时候才会用到那句话吧？对。阿伟有回我，还传给我爱心哦。哎，他们都好贴心哦。卢卡不用搬家，不用担心，杰克家很大。会不会甜到最后变卢卡铁粉？哎、欸，不行，贴他刚，他们家刚生完小孩。对，我翘家的话，卢姐可以收留我吗？还蛮想收留你。他们都回小孩子圈粉。记得谢谢送爱心气球。就进入直播间，最好是啊，对哈，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帮我分享，然后来关注我们的人也变多，就是这算是好事。我们家没有很大，他现在一定很忙，还愿意回复你，真感动。对呀、啊，露姐的家一定很大，只好贴露卡直播给他。不用了，不用。不要这样，对啊，很开心能够被推本，对，对，就是唱 cover 的人最开心的就是被本人看到，被本人听到，就算是跳舞啊、唱歌啊，对。乌美的座位很大，如姐，我可以拿这个吗？开钱包，我才不会说多拿多拿。如姐，我可以拿八宝粥？不行，我不喜欢吃。我讨厌吃那个东东。红豆面包可以，都拿都拿，都可以拿，都可以拿。嗯嗯，对，但是目前对最好的是目前都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讯息。对，对，还好没有人跟我说，哎，你唱的怎么那么烂啊什么的。请问卢卡下部作品？啤酒不行，啤酒你自己买。阿北晚安。我昨天同学拿来饭给他们听，谢谢小玉的偷偷喜欢你，谢谢，好可爱。该福利熊，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 ，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 ，Happy every day，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福利熊，小福利，小福利，福利熊，谢谢小玉的真情告白，奇怪的讯息都是我们在传的，没错。没错，期待卢卡越来越红，谢谢。要跟全差合作一下才能唱，原本还担心会有怪怪的粉丝，仔细想想我们就够怪了。啊，好笑，对，没想到其实最怪的就是你们。我暑假每天都在听啊、哦！你在那边打工吗？抱歉，我都传奇怪讯息。喜欢诶、欸，喜欢瑞卡版本的福利箱，对，要 Happy Every Day， 都是告白跟道歉，很怪吗？我等等要去吃宵夜，吃的东西你不会羡慕？豆干吗？我也是都传奇怪的讯息，没有啦，没有吧？关羽还好，没办法，谁叫我看了怪怪头像。ありがとう，可爱すぎる，ありがとう，请支援收银。你们这些怪人，哦，真的是豆干哦，豆干，对啊，我不会羡慕。还是我现在也想吃宵夜。还跟我们比怪，还找的，
原来可以传奇怪的讯息，也，还是传给我正常的讯息啦。我都传很长的怪怪讯息，你不合格入坑认真不够怪。今天我们一人一包有大西现乳的豆干。对啊，不，对，不会羡慕。哎呀，怪怪的。虽然我也不太知道怪的定义是什么，对啊，完全不会想吃。难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怪人吗？你最怪了，你最怪怪的哦。不是怪人，是萝莉控。因为你不会羡慕，我才敢拿出来。乌青闭嘴。那个谁的呢？我今天晚餐吃，那是什么东东啊？想一下。哦，醋那个是不是打醋猪？如果 TT 整团都有唱杰哥，怪的就是没唱的那个人了。对，对，我刚刚听到你们肚子饿，但是现在只有卢卡唱，所以什么？所以，哎，等等，是不是醋？哎，应该是醋吧，糖醋。猪肉吗？不是糖醋鸡，是糖醋猪。怎么了？卡卡的吗？不是排骨，日本的，日本的，是不是打？是不是打？糖醋里脊吗？对，糖醋猪肉。是不是打中文？哦，对哦，是不是打算是中国料理？对对对，对哈，对哈。可是因为我妈做的，所以就是算是日式的糖醋猪、糖醋里脊。有骨头的是排骨，没有骨头就是里脊，那就没有骨头的。昨天拿了王可乐，输给了我妈学日文。日式中国菜，没错没错，对。卡妈有在会哎、欸、回日本前把食谱留下来给你们姐妹吗？感觉不会哦，我应该会问她吧。哎、欸，我妈这个差不多要炒几分钟之类的。卡妈做完就是日式的，对。哎，你们的糖醋里脊里面有放那个吗？凤梨吗？卡妈所以要失传，有食谱也不一定能做出来。对，卢卡平常有在做菜吗？很少，以前会，现在不会。留给卡妹，她也不会做。对，她应该没时间做。没印象有凤梨耶。那 有可能真的只有日本会加，我们家是不会啦。可是日本的国小国中的那个給食って何て言うんだっけ？午餐吗？午餐不是午餐。忘れた，有点忘记了。台式的比较没有凤梨，日式中华料理才有。哎呀，又忘记中文。哦，对啊，学校的营养午算是营养午餐什么的，
学校的营养午餐的糖醋里脊里面有凤梨。ちょいちょい出てくる給食の中国を毎回する。そうでもなんかね、イヤンウザンって言ったらどうしても台湾式の給食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からちょっと違うんだよね。学校共餐。嗯。凤梨有些人会加，对，其实我不太喜欢加凤梨。Luca 怎么记那么清楚？就是常常日本的就是动漫里面会有啊。大家都不喜欢弹出里脊里面的凤梨。凤梨罐头直接吃比较好吃，对呀、啊。什么夏威夷披萨，那个我不喜欢。台湾的营养午餐我们一般叫做醋鱼，怕醋味就加茄子就 OK。我不是讨厌那个，就是。我醋就是酸酸的，我可以，只是应该是口感吧，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主餐里面有水果的那种感觉啊，好像可以让肉变软，原来如此。餐厅的有的会凤梨，一般人不会被要那么麻烦哦，大概懂意思。最近我妈突然。学日文的活苗为了 Luca 电板成功有说我妈结账是有甜味觉得不行吗？有凤梨味我就不行虽然我很喜欢凤梨，只是觉得有点不合。凤梨有效说肉会变嫩哦。下周二的中午直播我也蛮期待的，虽然有点对，还是有点紧张。凤梨罐头听说可以治感冒，看来凤梨被讨厌。你吃过咸蛋糕吗？好像没有哦。哦，对，我那天晚上也会开直播，所以我午餐中午开烂的，中午会出现烂那边的直播，然后晚上在家里开播。不过我也觉得主菜的水果怪怪的，对吧？有没有粉丝叫凤梨开放走心？哎，有吗？我好像没听过。等我一下哦。凤梨泡芙呢？都是卢卡最爱合体，也不适合吧？卡士达跟凤梨感觉不适合。我发现后面柜子有卢卡的扇子，对呀。吃了一天看两次卢卡，不要紧张，我会在直播陪你。有我认识一位，你说叫凤梨的吗？我住在深海的大凤梨里，海绵宝宝。哥家要上了吧？怎么了？钱都就怕中午要上班，姑家要拿到神秘礼物啊？什么意思？阿福晚安，怎么办？我为什么听不懂？姑家礼拜日要榜一啊啊！你说，说不定榜一就会可以拿到礼物，是不是？之后看各位甜甜圈使用的表演，让莫受你可以拿礼物，是每次都可以拿吗？谁是哭江？哭江就是哭江，就是丢礼物拼排名拿礼物，让莫好像会有抽奖，是每次都有吗？几乎每次，但上次有入场资格的样子。记得每次都有。那如果大餐的礼物是大概，你们觉得是什么东东？有可能是那个餐券。有叫成员准备东西吗？通常不会，一般来说不会。
几乎每一次都有，不然怎么吃剩的骨头？刘家刚吃的骨头，还有烤肉，我觉得参卷的几率比较高哎，不然我也想不到。上次什么包粽子的时候，不是前几名可以拿到粽子吗？然后上次我参加的交换礼物就你们就可以拿到我们挑的圣诞礼物，对。然后做那个花的就可以拿到花。那我们去吃大餐，你们可以拿到什么？瑞卡吃剩下这种礼物还不丢吗？好可怕哦！对呀，可以。我想一下哦，礼物有成员口红饮的饮料杯，太可怕了！你们真的想要吗？出鱼以待。确定，卢卡原味厨余上完拍卖一斤100，我已经储存好了，等时辰到。想要认真，我忘记是哪个动漫，是豆豆先生的动漫版吗？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送给豆豆先生，就是。他就是豆豆先生，一直都想要有一个偶像吗？有一个明星的签名，可是一直都就是他的旁边的人一直都被拒绝，不是工作人员一直拒绝豆豆先生，然后最后那个明星他把那个我记得是他把手套吗？手帕，好像是手帕上面就是亲了一个，然后就这边有嘴唇嘛，然后直接送给豆豆先生。对，我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如果是偶像这样真的这样送给粉丝，我感觉会很开心。你记很清楚，对呀。我也有点忘，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对。あざーすってなる、そう、なんかね、なんだっけ、その、Mr. Bean のアニメ版だった気がするんだけど、その、Bean が、あの、スターのサインがずっと欲しくて、出待ちとかいろいろしてるんだけど、その、ずっとあの、コンソールにスタッフの人に拒否られてて、で最終的に多分そのスターの人をなんか救ったんだろうね確か。で最後にそのスターの人がハンカチにチュッてでもう唇がついたやつをその人に B にあげるっていうそのシーンが今でもずっと覚えてて、あ私もスターの人というかアイドルに同じことされたら嬉しいだろうなって思って。原来是存印手帕，我存好两只火箭，不太可能吧？我想一下，不然你们觉得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没有跟我说去那边要做什么，只知道要去吃饭。卢卡讲 scooter chance 啊的，我的手绢可以丢两个多的帝王钻，纸币的什么东东吧？哦，有可能哦。光听到吃饭就值得。之前，哦，之前我记得有个前辈他们去吃螃蟹，是做螃蟹还是吃螃蟹？有点忘记了。那时候的礼物有人记得吗？跟卢卡吃饭，对呀 ，Friday，Friday
Friday 活动什么 ？Friday 的活动什么时候办呢？我还在等，我等了一年多。送真的是送螃蟹壳吗？是成人吃过的螃蟹壳是不是？今年不知道有没有圣诞聚会，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对，如果能有这样子，今はゼロしか残るのせいね。对呀，现在疫情很严重，我就知道你们这些怪人说这个永远去不了的 Friday。 谢谢上方叶，可能要等疫情完全清零。对，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在不在团里。疫情还是很可怕。对呀，真的，我们自己去吧，你们自己去甜甜圈组团是不是？螃蟹壳哦，那真的有可能哦。我们吃过的鸡腿的骨头，真的有可能。我们自己去干嘛？自己去不吃不起。我们那时候可以请卢卡吃。我也想吃。拍各种 Friday 餐点，然后洗卢卡小盒子。我们可以吃薯条和可乐。世界中で清理しなきゃいけない。嗯，そうだね。跟吃麦差佬一样。哎，对，听说现在我记得麦差佬现在有，哎，麦差佬 APP 现在有活动，好像可以拿到很多点数。还要变贵了，那 APP 有点难用哎、欸。虽然以前的比较好用，对，可是我最近都在用那个东东，用那个 APP 会变胖。对啊，说的也是。新的很烂是吗？我觉得还可以的。对，我现在点数好像有四十几块钱。卢卡很瘦没关系，你们觉得胖的跟瘦的哪个比较困难？其他东西涨价就算了，薯条涨价我不能忍。ね、太る方が難しいのか、痩せる方が難しいのか、人によるけど。我觉得要吃胖很难，我以前也这么觉得。像我上次线上公演。等了两个套餐一次吃掉，瘦比较难吧？对，听说年轻人胖的比较难，老人瘦的比较难。听说，なんか三十過ぎたら痩せたくても痩せれないらしい。看来我还年轻。对，说实话，我也觉得我现在的我的话，当然觉得瘦的比较简单。就是去运动，然后不要吃东西，一定会瘦啊。可是胖的话，真的要看体质。就有些人就算吃了很多很多，还是没办法变胖。那年轻人几岁才会开始胖？有听说是三十以上，我呼吸就会胖，是吗？可是我从小就瘦不下来。34歳のおさんここにいるけど、あ、どう思いますか？太るのと痩せるのどっちが簡単だと思う。可是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吃东西。对，但是人一定会有那个标准，就是一天差不多需要这个卡路里，然后超过这样就可能吃太多，少了太多可能就吃太少什么的。体质真的有差，对。我是很容易变胖，但是也很容易变瘦。太る方が難しいかな。そうだから太れない人は本当に太れ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どれだけ食べてもね、大変だなって思う。三十五岁肌肉开始流失，基础代谢率会下降。嗯，
也是35岁哈。有时候我一天只吃到两餐而已，这就有点少哎。但是你觉得够就可以，少了很多，身体也会自动调低消耗量，就是但是变胖表示你真的吃的太多。腹はビールのおかげで。週5回筋トレやってるけど1年経って10キロしか痩せてない。ほう。まあ、元々がどれぐらい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ね。でも1年で10キロってどうなんだろう。ロカ上次在直視咖啡厅戴皇冠的那张照片看起来超级瘦的。是吗？也有可能就是刚练完舞，所以看起来比较瘦。很快变胖，很快变胖，但是很慢变瘦的路过。我常常只吃一餐，一餐太少了吧？99から89に。難しいね。でも多分そうだね。もともと本当に運動が嫌であんまり動きたくないって人は痩せにくいかもしれない。我超瘦的好不好？我超会吃的啦。49が30になるってやばい。そうそう、確かに。だから今の私の体重は多分これ以上痩せようってなったらちょっと難しいと思う。ただ私一回49の時あ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時は割と早かったの、痩せるの。で、40变成30跟50变成40是差很多。子供から太ってるし痩せることは大変。筋肉ついたけど体脂肪率なかなか落ちにくい。对，这是真的。体脂肪率真的很难下降，这个我可以理解。那如果觉得自己现在是刚刚好还是太瘦？我不会觉得自己太瘦啊。太ってて49。でもね、全然体脂肪率28とか29とかだったから、あんまりいい太り方じゃなかったはず。筋肉太りとかじゃなくて、ほとんど脂肪。就是以前我49公斤的时候，体脂肪有29、28，对，所以就是不是因为肌肉，所以就是那个体重是真的是都是脂肪，对，肥肉。我半年从105到85也觉得差很多，但是走路的时候应该差蛮多的。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大的人，年纪大了更要小心。キュウキュウなるかちゃん可愛かったんだろうな。でも私の太り方本当にね、可愛い太り方じゃないんだよ。なんかね、海外セレブというか外国人の人ってさ、太った時にどこが太るかってこことこことここなのね。ただ私の場合こことここしか太らないから、あと、あ、違う、私の場合はこことこことここあとここここだからね、ほんと変な太り方だった。可能就是骨盆的差吧。不觉得外国女生，就是澳美的女生，她们变胖了都是会觉得很性感的那种。对，她们变胖都是这里跟肚子还有屁股，可是我的话是这里下巴还有肚子还有大腿。对，亚洲人真的，亚洲人变胖真的不好看。贾怀看得到骨头差很多，以前真的像米其林宝宝。太い人はマラソンが苦手。陸上の走り種目は BMI17 点の人の代理店。可是我不喜欢那种。喜不喜欢是对另外一件事情啊。对，如果看的应该是那种特例，外国人会翘屁。对，真的，他们胖屁股是胖这里，可是我们是胖这里，这边不是这，不会是变成这样，会变成这样。就算如果变胖，你都没看过我最胖的时候。有吗？那个黑历史照片好像不是最胖的时候。对，胖了反而有线条。
也不懂耶，为什么阿美人就算胖了还是有线条？那时候大三吧，对，应该是大三的时候。可是他们翘屁股真的有练过，有可能。但是骨骼我觉得真的有差，也要练习后抬腿，屁股会变翘。如果说的那种不是练来的吗？有些人真的不是练的，更黑的。好吧，那照片来一下。不行，坐天梯的时候，那是大一还是大二？那不是最胖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45还是46，比现在胖了三公斤左右。外国人很多都是去。哦，这个有可能，就是可能抽大腿的，然后补在胸部啊，或是屁股啊什么的，有可能。筋肉ついてるからそういう形になれるよ。なれればいいけどね。阿美人通常都比较大只，亚洲人比较小巧可爱。哦，不要在这边打大学的名字哦，就算你们知道也希望不要打。台新都打 e-sports 的 goalkeeper 好吗？搞不好大三照片是下星期那梦礼物，才不会给你们。对啊，超多那种的，国外薪水高，整形相对门槛比较低，自体脂肪。欸，可是真的这样真的会很贵哦，不会很便宜。大家抢照片哦，有现在的照片不行吗？现在的升学纸笔照。看来照片不便宜了，我全都要。我们全都要。你的照片都好，好吧。欸，话说十月的升学是不是出货了？我这次没有看到，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没吧，好。田中晚安。那你瘦的时候比较有人气，还是胖一点的时候？当然是瘦的时候啊。真的差很多，这个真的差超级多。我胖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人在追我。要12月初，好。对，听说大家这就是十月的比上比九月的指定的多了一点，感谢你们。要等到这次截止才会出货哦，原来。今月の生写真とかちゃん指名してください。说不定肉肉的也有其他客群呢。可是我那时候胖也不是很胖，就是。也就是没有很瘦，也没有很胖，就是在刚好在中间。现在也没人在追吧？不要说了。十月超漂亮，所以都买一些，谢谢。我正在追啊，只好先把路卡养胖，减少对手。肉肉的还是漂亮的，来谢谢。可是我的话变胖了，真的有差。我是先脸会变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我有驼背，所以才会这样，就是全身的肉可能集中在我的头上，我的双下巴。有啊，这有我。卢卡不管胖瘦都喜欢。脸肉肉的很棒，是没有很棒，就是眼睛会肿肿的，然后鼻子也会肿肿的，
这边嘴边肉也会肿肿的。现在有恋爱禁止条，一性拼实业，对呀、啊，你驼背应该是因为下巴太重，有可能，对，有可能。我胖了一公斤，真的这边的线条会突然变明显，所以真的不能变胖。嘴边肉才是最棒的，若卡你不懂，确定？我这边。我就算我现在就算没有胖，这边的肉就已经够多了，对不对？嗯，我很羡慕脸很瘦的人，尤其是这里，这里。暖桌深斜背脊加上双下巴，啊、哦，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想到就很难过。是诶、欸，对，刚好是一年前的。嗯，后背才会像那个吗？欧摩鸡吗？驼背要训练核心跟背部，我知道啊。那个姐姐还在吗？不在，不在。现在修图的跟以前的应该不都不一样吧？好像修图艺术提升了不少哦，真的吗？我帮跟姐姐说，我帮你跟现在修图的姐姐说，说啊、哦、粉丝夸奖说你们的修图能力越来越好，是不是被录？怎么可能？但也有可能就是我这边的影子啊，影子的关系，所以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这边的头发没办法留太长，深鞋真的有修比以前好，太棒了！对，我也觉得，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前几个月的我蛮喜欢，这个月的也蛮好看。顺便跟他说把纸笔给我，哦，谢谢强玉的时间停止。好，真的停止的。现在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一定是因为露卡变更漂亮，谢谢那个。怎么了？怎样啦？什么是 GA？ 好，没事就好。嗯，这是什么表情？加油，拜拜，拜拜。那什么可怕的礼物？爱丽丝的礼物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好痒哦。现在又想起那天的孔雀。我帮青云接个ワールド。仕事が辛いけど、ルカとネタで出会ってできるのとてもイモイモ。イモイモ。他们想踩油门不敢踩。对啊，我懂。没事没事，不要怕，不要害怕。其实最害怕的是我。其实。最害怕的是我本人，你们不用。那个是随机，我看他礼物写时光机哦，所以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可以回到以前或是未来，有些人就是停止。原来如此，卢卡会保护我们吧？当然了，那天卢卡其实最难过的是我。最难过的是我。谢谢青云让我时间流动。エモエモはキラメージャーさんの定番セリフ。なるほど。時がエモエモ。哦，停止。谢谢盛云的时间停止。
不是我要的。欸，我目前好像没收到倒流。对，目前收到两个镜子，一个流动。啊，谢谢 Sega 送我倒流。为什么你要模仿机器人？不然你觉得哪个动作比较好？镜子的时候的动作。可是好像差不多，对，都有了，都有了，耶、yeah ！特效都一样，对、啊、对，好像没什么差别，都有。看好你了，你看的 TDP 模一模一模，所以现在要倒流到一分钟前吗？我一分钟前聊什么？那个兔兔蛮可爱的，对，很像爱丽丝里面会出现的兔兔。谢谢哥家的行李箱，谢谢。ドキラムネミネ。我出一个时间流动器，就不会有人讲话。你看，大家都开始怕了。卢卡今天会唱歌，会唱一首歌。可是今天早上学的，希望我可以唱得很好。对，今天我不能丢太多礼物，要等下礼拜二。你们确定？欸，那个礼物很重要吗？说实话，我最怕啦。你们不用怕，你们真的不用怕，很重要啊。卢卡很重要，礼物还好。如果是卢卡的礼物，当然重要。应该不是我的礼物啊，都重要。原来如此。那甜甜圈有甜甜圈的哦 ，Pride， 尊严。但是那你们那个收到的礼物都是公司会拿走的，青云要为了尊严而战。期待看到大三的照片，不会给你们看了，谢谢。不过下周二的有小迪玲玲都有很凶的泡泡哦，也对，对啊，四亚前辈也有，我的尊严没价值。那你们觉得？你们觉得没希望就真的不要丢。对，那还是我不丢，丢给卢卡就好。哎呦，这有可能他的心理战术哦，大家。一堆职责仔，我要一抽出奇迹。尊严是什么东西？石油王的战争。怎么浪漠的卢卡会有收益吗？怎么可能会有？那都是给公司的。我的收益应该是能吃大餐。耶、yeah ！卢卡觉得下礼拜的活动，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活，就是我只知道去那边吃东西有什么活动，你们可以拿到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剩的，他都吃完帝王真的钱。他的话我听10%而已，我习惯了。翻译生血买起来，哎呦，那还是留在这里吧。哦，他说青云很帅，我信你了，笑死。不确定，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简单的男人，哈哈哈。对，11月23号中午就知道了。对，
等等先去忙了，好吧，礼拜六见，好，拜拜。青云只有10%帅，坏哟你们。话说下次公演，想一下，下次公演没有线上对不对？看来我也该好好看戏。那10%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对呀，没有，不知道也对呀，没有。嗯，所以我相信你们的位置比上次前面了一点点。到不了，但是我心到了。好，十二月的就不清楚了。好 ，OK， 我也是。我也不清楚，这次公演我超边缘的，没有诶，变后面了是吗？变后面，确定？变前面了，左边第二排。因为没抢到位置。我大概懂了，没有，我说 A 排，上次 A 排大概就是在以前的 C 排，我这次在第四排，因为位置比上次。等我一下，我要清个鼻涕。嗨大家，我回来了。大家醒醒哦，我什么都没有说话哦。好痒哦。おかえりじゃなくてただいまだ。ただいま帰りました。都是幻觉。嗨的卡嗨。你刚刚怎么说你爱我好害羞，刚刚听得一清二楚。我听到 Luca 说他喜欢我，Luca 不知道我会读唇语吗？ Luca 八月十二月生日，你们最好最好有听到。啊，高音音，本当に高音音，高音音。晚点来解读唇语。试试看，啊，鼻噛んだだけ大丈夫。そして足はちょっとね、蚊に刺されたかな。对，今天碰墙攻击了三个地方。他指甲太长了。听，卡卢卡家那边打雷了。嗯。我会找中日文的唇语高手。最近开始看《忘记你》，我做不到。日文五十音教材，棒棒！要好好学日文的哦。碰奖这么坏，对呀，碰奖超坏的，讨厌讨厌。台湾暖かい，啊，でも今日はちょっと寒かった。有几个片假名字记不起来，卢卡可以叫我吗？爱してる，爱してるよ。
不是愛してる，是愛してる。凤姐会乖乖剪指甲，不会的。首先要卡妈帮我抱他，我才会可以剪。但我们家只会，我们家可以剪凤姐指甲，只有我一个人。我刚刚学到啊这个字，谢谢卢卡，我也爱你。谢谢。哦，李卡晚安。呀、yeah ，之后卡妈回去谁帮你抱着碰奖？对呀、啊，卡妹感觉不会帮我哎。Yes， 谢谢红包。我可以帮你抱着、啊，希望碰奖会给你们好好的抱。抢不到，真假的？我看一下现在有几个人，现在59个人呢、欸，应该。那你可能就是那九个人。我可以当猫抓板。我号称猫猫自由，应该没问题吧？耶、欸！ YU 谢谢送爱心气球，爱心气球。这个性格就是训的。还是我要抱着卢卡。哎呦，很会哦。哎呀，为什么有他的贴图？嗯，哎呦，哎呦。もう一回言おうとすることがあるのに忘れてしまうんだ。なぜだ？なぜなんだ？ねえ、ルカ、なんじゃ、在句怎么念吗？私はジョーダンのことが好きです。但是他说我喜欢ジョーダン。ジョーダン。我想我怎会穿杰哥的衣服？就不用啦，为什么？那你头发也要剃掉哦。上次认真唱的版本，杰哥你干嘛？那边的表情100分。杰哥你干嘛？我在模仿阿伟的表情。反斗系的卡布西斯卡，自肥成这样。谢谢丽卡的一封信，剃掉那就只有。要就要模仿的一样是吗？谢谢卢卡，我会念。Jordan 对吧 ？Michael Jordan， 是呢。还是我来吧。然后皮肤也不能太白，对。我现在去了，还有2个多月，现在去晒黑还可以。打开玩笑啦，不用真的变成杰哥那样。我是蛮黑的，可以。你跟杰哥共同点应该只有黑而已。啊，还有眼镜。戴黑色眼镜，真拍对练杰哥不要。阿卡斯基的主角有吗？差蛮多吧？你说这个颜色是不是？
キャバレ。可惜杰克不是肌肉男。洛克那边有些好看，戴眼镜那甜甜圈是不是都可以？我想看整排穿杰哥的衣服，我不想看，谢谢。我才不想看。啊，其实这也可以啊。有些我不知道名字的人，名字的粉丝，如果扮成那样，我就直接叫他杰哥就好啊，对不对？BC 啊，晚安。对，统一都叫杰哥。对，什么好看的是粉纱？粉纱。クロノジョーダン言ってください。叫老公就好。对啊，我原本说，我上次不是说，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你们的名字，我就说，哦，你是我老公。对，如果他们都大家都穿。大家都扮得像杰哥，我就可以统一叫杰哥就好。那这样以后的形象只剩杰哥。时间到了，粉丝要走人，要喊杰哥不要，杰哥不要走，不要不要不要走。那啤酒进去不会被出镜，一定的。请你忘了我的名字，卢卡。卢卡要一步穿阿伟兹，不要。那位粉丝优待还会来吧？公演的时候戴面具不行啊，公演不是不能戴面具吗？哎，可以吗？真的不要演啦哟，不要演。除非你真的想演。可以吗？面具哎。哦，没有违规哦，但真的还是不要好了。对，人的话还是不要好了，人的面具不要。公演带成员也看不到脸吧？不是都有星星的？对，我现在想到，好像有什么企鹅啊、星星啊，都有。粉丝戴没关系，可是不要戴杰哥的面具，谢谢。动物的就可以，应该可以，嗯，因为会吓到其他成员。啊，碰甲的面具哦，是可碰甲的面具可以，但是我怕你们会闷死。玩梗玩过头会变成二姐，没错。对，我想表达就是这个。会吓到其他成员，对呀、啊。这个梗只有，对呀、啊，只有我在我直播间讲就好。戴冰冰的面具，结果一直被大家搜寻。对呀、啊，本来对卢卡兴趣的女，对啊，女犯会跑走了，不行。抽的也是已经戴口罩了，还要戴面具。我很懂卢卡心里想，公演不好，但握手会还是 OK。握手完就好，不用真的完了，看这那个。不要这样浪费一张券哦，除非你真的很想玩。看到傻眼卢卡女犯哎、欸，我超喜欢，怎么可能？他们就算是铁牛的粉丝，不可能是杰哥的粉丝。轻铁等等的，除非真的很想浪费。脱下眼镜，卢卡应该会认不出来。旅馆我有看过他脱下眼镜的样子。握手会眼镜拿掉，跟卢卡说初次见面。嗯，请点我头贴。哦，宫田三天在哪里、啊？
余光说他有很多卷，不怕浪费。哦，那就好啊。我没戴眼镜就看认得出来吗？如果刘海也变成不一，发型也不一样，可能就认不出来。脱眼镜每个都变帅哥。卢卡杰哥有个好处，他不喜欢女犯。我的眼镜基本上是不脱掉，但我好像有看过你没有戴眼镜的样子，我是认不出来了，因为看不到。眼镜拿下来就看不清楚了，我也要开始想每一步都要穿什么了。为什么粉丝要想你要穿什么？你们穿什么都可以啊，但我没戴眼镜可能会认不得卢卡。我拿掉卢卡应该就认不得我吧？不一定哦，毕竟戴了口罩也只是啊，对对后你们都戴口罩，可是大概看体型就知道了。我只能很近的看卢卡，我们比你还烦恼，你不知道。你眼神骗不了你的心。现在的石油王杰哥还要什么都没？哎，石油王我可以理解，杰哥真的不要，杰哥不要。还有我都用橘色口罩当做本体，来看体型。对，对啊，所以你们突然变瘦了很多，我可能就认不出来，有可能呢。戴面具是为了不戴口罩。没戴眼镜，我大概要贴在亚克力板才看得到卢卡。还有两个月，搞不好我会变胖。对，搞不好你会长高哦。哎、欸，你是谁？哦，卡丘！哇，卡丘突然变那么高，都有可能。嗯，哎呦，你脸红喽。好配合吗？他说杰哥不要，看来很显眼。我比上次。我比上次握手有吗？卡丘穿高跟鞋，那我也来长高一下。对，卡丘如果穿拼图那个高跟鞋，说不定就是给我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哇，瞬间变成190公分，那可能是校园杯子，我进去握手。我再高直接撞天花板了。对，我的粉丝好像最高的是浩逸，应该是你。对，算再高卢卡只能看他的腰。我才不想跟粉丝的腰聊天，请听拼图 48。 枪风吹过哒哒哒哒。嗯，但是真的说真的，你们就是胖胖的粉丝，如果突然变瘦下来，我可能真的认不出来。有画面了，握手会隔板可能都不够高了。对，可以在肚皮上画脸跟你聊天。胖胖的粉丝，你算胖吗？可是。哎，那 David 呢？想到卡就穿那套的样子，瘦瘦的变胖，也可能真的看，可能看不出来。那我突然变胖，认得出来吗？不一定。对，你想说什么？我想说，那 David 呢？我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啦。 TP 粉丝里面最多的体型就是平均体型，我自己有那个平均的体型，就是哦，差不多这个胖这个体型的人比较多什么的。对，所以就是如果那的了，等我。意思吗？就是如果就是盖着他的脸，
我可能就真的认不出来那个人是谁。入卡以后跳那时候会想到卡丘，不用说了，懂得懂，懂得都懂。我算少数派的，对，就是身高啊，或是什么的。你可以在白板画看平均体型是怎样啊？对，标准体型。所以我自己的标准体型就是 leg 的体型。对，雷军的身体是大家的身体，对，没错，这是我自己觉得，对，就是我看过很多除了我之外的粉丝的，就是合照啊什么的。那有没有标准发型？标准发型就是短发，对，标准发型哦，我想一下，旅冠感觉是标准发型。TP 粉丝瘦的就特别瘦，对，瘦的就特别瘦，所以比他瘦的 0.8 雷军最，所以雷军戴面具你会认不出他是谁，有可能，有可能，居然是雷军吗？不然呢？不然你们的那你们有你们的标准体型吗？也不能说标准，就是最多的。什么 0.5 太坏了，我应该是 1.5， 我 0.4。 你们是在呛雷军是不是？突然好奇雷军的样子。我 1.5 哦 1.5 卢卡可以，这可以，对，对，但是就是比较，当然也有少 case， 像卡丘的体型就是少，比较少 case 的。一想，所以如果是卡丘的话，就算没有看到脸，我也应该会看得清楚。哦，这个人应该是卡丘，这样。0.38不是在聊比心，我0.6卢卡。这几天赚了很多订阅。不能让他好过，对呀、啊，他的影片，他的 有一个影片比我的 IGTV 点阅率还要高，我上次也还没靠近就被认出来了。可是你的体型也有就是很像的啊，如果就是不看脸的话，像我觉得博翰跟帅元的体型就蛮像的。对呀、啊，我的影片好像。我的 IGTV 好像都没有超过3000，所以我不能玩拿下眼睛的招吗？对，你就是你戴面具，我应该知道你是谁。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波最大赢家，他好像比我高的感觉哦，真的吗？外形是蛮接近的，对呀、啊。你们对啊，我记得你们一开始不是拿那个吗？宫川。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哪个是你，哪一个是你？我真的不是，我只知道谁是手滑哥。对，你居然这样，差热度，其实是我啦，哈哈。你手滑哥他不是退坑吗？对，他听不到的，没事。超赞，虽然我也不知道赚到什么。看衣服啊，他都穿格子衬衫。哎，那时候也有穿格子吗？谢谢米熊送我四叶草，他可以开个广告收益。对，就是有一个粉丝，他把我的直播档分享到 YouTube， 结果那个点阅率居然比我的 IGTV 还要高。台湾の人足長い人多い気がする。気のせいかな。足長い人っていうかね、大脚の人が少ない。うん。だからそれで長く見えるんだと思う。まあ基本的にアジア人だからみんな同じ感じなんだけど、でも大脚は本当に少ない。
哪那么简单？他那时候好像不是穿格子。谢谢米小送一封信。格子衬衫是本体。你们会穿格子衬衫吗？有广告的影片会被推广很多，因为 YouTube 可以赚钱。原来如此，所以我的影片不太会被推广，对不对？没关系。我不会。好啦，没关系。我想一想，我们家有格子衬衫吗？会啊，格子衬衫好用，很多场合都 OK。谢谢北极熊送我告白气球，谢谢。格子衬衫便宜啊，啊，格子花纹。你不是有红黑那件吗？你怎么知道 ？IGTV 本来就低，卢卡要看开一点。第二嘛的，拜拜。看了有一部要穿格子衬衫，不用啦。你们干嘛学？你们干嘛学帅源？我什么架什么不了格子衬衫？对，我好像太久没有穿格子衬衫。对呀、啊，我怎么会知道？没有的，我可以出租啊，驾驭感。下次甜萱合照 dress code 就是格子衬衫，你们干嘛这样？说杰哥，然后现在变成格子衬衫是不是？相约穿衬衫，衬衫可以，衬衫可以，对，不一定，不一定是格子。之前挂在椅子上，哦，对耶，好像是。我是有，我很少穿而已。就先不穿四日 T， 不行，四日 T 比较好。那我也要穿格子衬衫。你们哦，很多指定衣服哎，我又没有指定，是你们讲的。才发现我衣柜没有格子衬衫。格子衬衫在日本会被当理工仔，对对，这、就是真的。就是十年前的宅男的、宅男的 style 就是格子衬衫。快要每一步都有衣服穿了，我反正就配合你衣服穿今天。你不要学他们，笑笑，你穿什么就配，对啊，你想什么就穿什么。哦，你说配服配合我的是不是？所以我穿女仆装，你也会穿，是这样吗？这样也可以穿，对，还要扣紧对裤子，对，然后拿那个很大的包包，然后这边绑的东西。你穿礼服，我就穿西装，穿直视装，夏夏也穿裙子，还有我后面有加尽量。所以不穿女仆装就对了。十年前我在日本都穿格子衬衫，对、啊，十几年前，对，穿女警装就要穿，对，那就是西妈西妈的衣服，黑白。对，直视笑笑，大小姐欢迎光临。不是欢迎光临啦，欢迎回来。不是跟着穿女仆装吗？你、啊，那露卡对格子衬衫的印象呢？格子衬衫的印象，就是对，就是十年前在秋叶原看到的衣服。露卡大小姐，但是格子衬衫的话，其实要穿什么？
要怎么穿比较重要，对。时光倒流，冷气哥该不会也穿格子衬衫？我要把格子衬衫都丢掉，你这样会有衣服吗？穿只是装去找卢卡，应该要说大小姐，我回来了。我没有说不好啊，是要穿，要看怎么穿。私人指导学妹耶，怎么？对啊，我刚刚说什么？你这样会有衣服吗？啊，对，要看人，对。要看脸才对。发现跟别人穿衬衫就快套外套。那上次不是聊那个吗？在气斗里千鸟的那个，千鸟的有一个节目，就是服装，就是服装的完整度，其实要看脸。瑞凯怎么这样？他说的好像是只有格子衬衫一样。你们是你们讲的，你们刚刚说的他只有格子衬衫，要看脸，拜拜。干嘛拜拜？我又没有说你很丑，对呀、啊。只是妆如果一个不好，就变成服务生。帅哥穿格子衬衫还是很帅。可是还是要看怎么穿啦、啊，对。对，上次那集真的超好笑。对，基本上看脸没错。还有其他衣服吗？啊，对哈、哦，还有生日礼，那 OK 啦。帅哥什么都好看。格子衬衫里面的生日礼，扣子全部扣满吗？对。我看一下，就是難しいよね。对，我也不是很会穿衣服的人，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记得日本之前有个节目，就找个宅宅打扮成杂志流行男生一装，还是不合，是因为脸的关系吗？我觉得发型也哇，发型跟也有差，也会差很多。没扣好，露卡会帮我扣吗？我们中间有隔纸板，只能用那个小小的洞这样。然后，露卡没穿什么都好看。我当然也有，就是完全不适合的衣服。发现我上次盒子也是格子衬衫哦，真的哦，格子衬衫哦，那社员有陪伴了。可是露卡上次推荐我们那个 YouTube 的改造就差很多，扣子扣满用肌肉蓬开，露卡会开心吗？那是男生会开心的东西吧，女生看那个不会开心。如果觉得自己能去衣装哦，有些衣服像就是只适合给就是高个子的人穿。卡车也是格子衬衫，越来越多了。谢谢笑笑的爱心气球。好了，我要唱歌了。他说肌肉男生怎么会开心？不是会哇哇哇然后脸红？才不会的。就算你们的扣子突然会啪开炸开，我也不会害羞。我很喜欢格子衬衫，上课参加会议都很好用。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想法，就是宅男的想法。就觉得哦，这个衣服很好穿，什么时候都可以穿。对。虽然我也有这样的衣服。没关系，我都绷不开。要一晚安，露卡太无情了。没有，没有嘞。就是以前秋，就是因为这样，秋叶原他们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
格子衬衫，就是因为什么什么时候都可以穿。对，万用，对，万用就是宅男的目的。对，虽然我是宅女，所以我可以理解。对，女生，我想一下，女生的万用是什么？好像是毛衣耶。女生的万用宅女装好像是毛衣，太无情了。哦，你说粉丝就是宅男。放心，我是宅女，我最宅。我才不会呛你们的。咦，不是吗？你有几件毛衣？好像有两件。对，我就是没有打扮的时候就随便穿毛衣，有时候里面穿那个睡衣啊都没问题的。我去外面丢垃圾的时候，我都上面穿毛衣。卢卡想不到穿什么，就穿毛衣。我是住在木栅梅瓦路用的格子衬衫宅宅。我才没有这样讲呢。反正时尚这种东西，等我存到整形费再来烦恼也不迟。帽T很方便呢，对呀。就算呢，我没有打扮，头发很乱，就是戴帽子就好啊。然后，就是，对啊，就是睡衣，我就是上衣不想换衣服就可以上面直接穿，就算没有内衣也不会被发现。其实重点就是这个，对，就是男生的格子衬衫就是女生的毛衣，哈哈哈哈。一切都是要看脸哦。对啊，我现在就穿着格子衬衫，笑死！哎，不是，不一定，不一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冬天也是穿着帽T，男生也会穿帽T吧？对，不要讲出来。就有时候就只是去下面丢个东西，为什么还要打扮？就觉得好麻烦，就直接穿个很厚很厚的外。然后毛衣就 OK。我刚刚啥也对不起啊，对，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什么？我差点，哎，不行哦，不能这样。车门封死了，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我什么都没听到，对对对，我都没听到。你跟我姐好像，嗨，这就是女生都是这样，跟你们说，都是这女生真的都是这样。对，你不要破坏宽大帽T的形象，舒服就好。对，我相信你们有兄弟姐妹，你们有姐妹的人应该都知道，可是。你们只有弟弟或是哥哥，弟弟哥哥或是独生子的，真的，你们都不懂的，不懂的。我妹好像不会这样，你不知道而已。哦，好啦，我妹不会跟我讲这个，最好不会讲，最好跟你讲这个。或是，当然也有可能就觉得，现在有哥哥好尴尬、哦，那对。可是我们家都只有女生呢，对不对？都是女生。拜托，等一下，我工作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穿？只有就是刚起床啊什么，或是，好麻烦哦，什么都不想穿的那时候。懂吗？懂吗？哼，你们想太多，想太多了。哼，好了，我要唱歌了，各位。什么都没听，什么都没听，什么都没听到。要唱什么歌呢？花海那集我去看看。
哎呀，有撑了，不用这样。对，你们真的就是停车。什么都不想穿的意思就是睡觉的时候。嗯。或是刚回到家的时候。我只唱一首歌，那集不就是 K 到相机那集吗？你说我穿帽衣，哎呦，跟你们说，我工作的时候一定会穿的，哎呦，不要这样哦，大家不要这样。对，我要唱《微风堂堂》。你不要跟我说，就是有人说，我已经去找以前的影片，然后看穿帽 T 的时候，看看刘家什么的。我就听到这种话，所以我才讲。哼，是魏峰吗？魏峰堂堂，衣服多多。そうなんかさっき日本語です、あ、中国語でさ、一人のファンの人がめちゃめちゃなんだグッズさんさん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寝るシャツっていうの、チェックの寝るシャツばっか着る人がいて、でなんでそれを着るかって言ったら、もうどんな時でも着れるからって言って、で私がそれをタッコで、その一時期というか10年前の秋葉のさ、オタクってそういう格好の人いっぱいいる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じゃん。そうだから、それオタクの考え方だよつってそう、ファッションに無頓着なオタクの考え方だよっていつでもどこでも着れるみたいな、そうそう、電車男の時代、そう。それで今考えたんだけど、じゃあ女版のファッション無頓着な人が着る服ってなんだろうって思ったら、なんていうんだ、パーカー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ね、無地のパーカーね、まあそういう話をしてました。ルカリアダナチュー、我刚刚用日文解释我刚刚讲了什么。そうで、パーカーの時だったら、あの下着つけなくてもバレないからみたいな話をしたの、さっき。そしたらさ、一人のファンの人が、じゃあ、そういえばルカちゃんジェーンズーターで、パーカー着てたかいあったね、今から見てくるわみたいなこと言うからさ、さすがに仕事の時はさ仕事の時はちゃんと着てるわって、ね、そういう話をしたの。公園に行く時寝るシャツやめとこう。好笑。等一下，我发现现在在场有两个日本人。我没有找到，不要生气，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是开玩笑的。应该有两个，对，有两个。所以刚刚有一个日本人说，对，有一个日本人他之后，他这个月公演第一次会来看我，所以他，然后他说，那我这次去公演的时候不要穿格子衬衫好了。ね、何着ても大丈夫ですよ、全然。ね、楽しみにしてます。反正青云坏宝宝没穿。之前去本家公演还真的。很多格子粉色衬衫。日本人能来吗？他应该是在台湾工作吧？对。那我也不穿衬衫，还是可以穿啦。为什么不穿呢？等一下，我为什么拿这个？我是要唱歌。我这次应该不会穿衬衫，穿生日 T 吗？这样它紫色生日 T 会冷哦。但生日 T 是短袖的，对，大家可以带外套。OK。
对，这个有，这个里面有 rap 的地方，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唱。你们害我想带衬衫。啊，25度左右。那应该蛮热的。在唱什么？味风堂堂。我只学一天，我的程度就是这样。谢谢 Lego 的戳戳泥。这首是日文歌，是没错。改天再唱一次好了，好难。这个不要剪那个、哦、剪辑直播的那个，不要剪剪辑。哎呀，他点的歌都很难。我只学一天的，我大概只能唱一小节，是吗？妈呢？对啊，这首，我
我再学一下好了，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再好一点点。公演完发疯的时候唱啊、哦，好像也可以。什么第一？学词系列。第一小节，嗯，什么意思？啊，一小节跟第一小节有差，是不是？通常第二次都超级完美，期待一下。所以这首歌前面到底是什么？我没听过。你放歌一开始那边，你放歌来听就知道。好啊。哦，不是不是这首，等我一下。这个吗？ここ？哎，ここって歌詞なの？这是歌词吗？我刚刚是没有唱呢。这些甜圈真的不 OK。所以他只会唱这里，是不是？哎、欸，これここ歌うの？算是 cover 的都有唱，真的、哦？我以为这个就是，这个是撞声词，不算是歌词，就是想听的 R 就是，那下次就开唱吧，试试看。我以为这不是歌词，是撞声词。好哦，等我一下下。等一下，所以是不是点这首歌的人，是不是根本不是想听这首歌，只是想听撞声词那边？一秒一秒好，里面也有。哎、欸，有吗？哎，ちょっと待って、我的白板是这样吗？哦，原来，所以我被骗了就对了，好糟糕哦！哇，好，那我多多听一下 cover 的好了，我觉得可以就唱他的版本。我要念版咯，各位，好，下次公演见。我觉得可以，若干重击，这样不行呢，不行呢。大家期待公演吧，看看咯。米酒月度孤江北极熊四个青云讨厌六个小绿色月 OK 唱啊夜兔跟米酒，
かさたな。あれ？あ、見なかった。よし。時間過程快，对，我快两个小时哎。我都忘记副专栏看得太开心，看来青鱼的手有力气。多咖啡因治白病，没错，我就是你们的普拿藤。对，我礼拜天晚上也会开播，希望可以来得及，应该来得及吧。播满的话，周日是不是可以早点休息？好像也对哦，九分钟嘛。谢谢蒲小姐，我姓赖，赖普拿藤。以后，谢谢今天的第十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九名是邦维，谢谢邦维。第八名是柯佳，谢谢柯佳。第七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六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五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四名是陈纳森，谢谢陈纳森。第三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二名是小玉，谢谢小玉。然后第一名是盛元，谢谢。笑死，卢卡知道，知道了。赖普拿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谢。そういえばこの間テレビで久々にふなしーを見た。よしよし、シーリングショー。はい、今夜加油、没问题的、没问题、我会加油。礼拜六见、真的、礼拜六见大家。然后、如果、没办法到现场的就礼拜天见。对、我会开播。其实还有七分钟，聊天吧，聊个天，聊个天，聊个天。嗯，あれ？どこ行った？没有。时间够了吗？还有七分钟。哎，还有七分钟就两个小时了。哎呦。IG 那些泡芙真的好吃，对，我跟秦刘毅还、欸、我就是秦刘毅跟易云前辈四个人一起去的。对，礼拜天只开一个小时吗？感觉有很多话可以聊耶，礼拜天，那就看看咯。基本上是只开一个小时就好，但是，嗯，就是看。到时候 有没有什么很多话题？卢卡吃的是棒棒泡芙的芋头口味，对。然后小泡芙是卡士塔原味的。你们敢吃芋头吗？对啊，有芋啊，所以才有照片。如果你还有体力，就可以开久一点。但是晚上嘛。应该有的，只要不要放火锅就好。芋头的很，我觉得蛮好吃的，敢吃芋头，但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今年才开始爱上芋头甜点，哦，原来如此，所以以前都不喜欢吗？是上次一家在直播说的，我不知道，我没看他直播啊，我也不知道。放火锅芋头会污染锅底，
而且周日你前做的是超时，应该还好。相对的，你周六会很累。对呀、啊，火锅芋头真的不好接受，以前超讨厌。原来这家一颗好像35元，没有很贵，对，但是不会很大，就是小小的。芋头炸的也好吃，这么便宜吗？对，小的就这么便宜。长长的那个棒棒泡芙，我记得是60几块，那个就比较贵。胡子爸爸，可是大小真的不一样。那个会吃芋头火锅吗？不吃。我其实很少在外面吃火锅。哦，火锅会加芋头的，我都怀疑他确诊，不然味觉怎么变这样？瑞卡觉得哪家比较好吃？以前我一定会选拉提沙，火锅都加芋头，哎，有芋头火锅，火锅芋头派的。现在，我蛮想吃吃看日本的泡芙。那这两家比呢？单纯看卡士达的话，我还是会选拉提沙。以前，但现在说不定我的胃口会变了。哎呦！皮的部分哦，皮的话，拉提沙那边比较脆，可是好像没有很多种的样子。然后胡子爸爸那边的皮可以选很多。昨天的 First Take 那个香米卡的歌超级好听，如果可以听一下，哦。对对，藤对了，这个怎么念？藤吃果还是病吃果还是都不是？那芋头跟地瓜还有南瓜，Luca最喜欢地瓜。啊，贪吃果干，原来念贪，难怪我每次打字都不会出现，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念，原来是念贪吃果。地瓜最好吃。啊，可是甜点的话，芋头也不错。嗯，地瓜很少有甜点的。薯条跟地瓜薯条呢？薯条吧。但我对薯条比较没有那个特别的喜爱。嗯。啊，你都不行哦。我有吃过炸榴莲，蛮好吃的。对，我们上次节日吃的有吃炸榴莲，我觉得还可以。芋泥我喜欢，但整块芋头还是不太行。嗯，整块芋头，咸的芋头其实我没吃过，我只有吃过芋头口味的甜点，就是芋头蛋糕啊、芋头面包啊什么的。蜜地瓜好吃，嗯。地瓜的面包也好吃。欢迎小，我一直想找有机会去淡水老街，只是太远了。对呀、啊，真的，我懂。就算搭捷运还是很远。看起来不是有很多咸芋头料理，芋头不要太大颗是还好，整块芋头很棒。嗯，哎呀。你还是小块的比较好接受。你怎么都懂？香蕉煎饼路有吃过吗？有啊，那也是捷运吃它的时候吃的，蛮好吃的，很像日本的可丽饼。我最喜欢那一集，我好想吃，好想吃鲜奶毛，鲜奶毛薯好好吃，奥利奥口味的。
记得大家去那边吃蜜桃甜点派。嗯，我也是。哦，好了，大家两个小时了，拜拜。我要关播了，各位。关播，关播，关播。嗯，如果会怀念美食指导吗？当然呢。哦，你会做，厉害。Chris， 谢谢，晚安，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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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你。希望直播，捷运指导明年可以复活。ルカ早点休息。好的，おやすみなさい。配信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バイナラ、バイナラ、晚安。公演加油、劇場で会いましょう。わかりました、会いましょう。バイバイ、加油。我会加油的。今天要早点休息。对。晚安。